席卷全球的 BLACKPINK 魅力实在不容小觑，身上的衣物及饰品都能引起一阵潮流，让大家跟风想要同款呐、啊。今日小珍也透露被 BLACKPINK 的发量跟发长烧到，并晒出一连串接发的画面，可以看到小珍把及肩短发接到接近腰间，再搭配上亮发色，十足有女团必备的架势。她也大赞接起来很自然，也由衷佩服夏天一直可以不绑头发的美雅，意外透露出留长发兴盛。小珍照片一出，迎来近破万的网友点赞，并大赞她非常美，弄起来好好看。